这个是接受教育部哈、优化技职校园实作环境计划的这个补助，大约4000多万。好，那我们本校还投入超过700万的这个自筹款。好，那么建构再生水类产线与人才培育基地，主要在我们学校呢设置了4个实作场域，包括再生水工厂，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还有物联网系统啊，还有培育学生技能的机电设备配管配线实习工厂啊。那么这样建构下来之后，再配合我们学校本身就有的5座污水处理厂、人工湿地，还有我们的中水再利用的水道系统等等，好，可以让我们将来药理大学变成是一个全国最完整培育再生水跟下水道工程技术人才的一个基地，好，这是我们比较自豪的。那当然这个类产线工厂呢，除了它培育人才以外，其实它还有一些经济效益的功能。好，那我们学校其实对于这个污水处理还有再利用，其实投入了不少建设。那再生水工厂投入之后，让我们如虎添翼。好，那我们不只作为这个训练基地，而且把我们校园污水处理之后实际的再利用。好，我们最大的这个产能可以提供我们校园使用到320吨每天的这个再生水。那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我们的宿舍区的这个冲厕，我们的校园的浇灌等等。那这座再生水工厂其实还可以产生更高级的这个再生水。那这高级的再生水呢，它甚至比我们一般自来水的品质还更好。好，所以我们都知道在台南经常缺水。好，那么尤其缺水的时候，很多企业水车到处跑要抢水。好，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这个再生水厂就可以作为一个水资源调整的一个设施，我们可以提供产业这个高级的再生水，然后可以让比如说像半导体制程来使用。好，那因此呢可以达到多功能的这样一个目的，这个就是类产线的一个设置的目的，一方面又可以培育人才，一方面又可以实际的生产，而且是设置在学校里面。盖再生水厂就可以经过这个前处理，然后再来因为做到UF的时候，就可以提供给宿舍进行冲厕浇灌。那要提供给企业的话，要做到 RO 逆渗透这个程度。那它其实已经比普通的自来水还要干净。对，大概这样。请用钱。找到未来，让工作找到人才。